Hello， 水兵们好，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节目，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带来了三种颜色的彩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彩泥用我们的模具制作我们的彩泥食物。现在用我们的模具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模具制作好的彩泥上面画上我们的纹路，这是我们的爱心饼干。
这是我们的饼干，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猪佩奇为我们制作好的这一款彩泥饼干就制作完成。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拜拜。